呀，这个水质是真好啊，真是清。这么好的水质啊，我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呢，还是在维也纳啊，它那个维也纳也有一个多瑙河，它那个河水就是这么清的。在这个瑞典的斯德哥尔摩，我是第二次见到这么清的水，这水我感觉能达到二类水了啊，就是可以饮用了，到了饮用级别了，了不得！这个人家这个环境治理的真是了不得呀。